特别振奋，啊，特别感受特别深，这个尤其是我想来看这个国家这个空军这个新的装备、新的飞机，尤其歼20啊，包括刚才的胖妞、运20，我都看了，非常好。希望我们国家这空军吧，这个航空装备这方面发展的越快越好，咱们国家这个实力啊越来越强大。